它从侧面、正面、屁股到这里，我讲了，它都是弹性的。而且它呢，其实呢，透过镜头，它是有点微小喇叭。最瘦，实至名归，绝对是黑色。然后它有口袋，但是你可以从黑色当中看不到一点点，这里有碰出来的感觉。织带是假的，造型用的。所以呢，实际啊，它是有松紧带调节大家的腰围，这个只是造型而已哦。你可以看到这个屁股，它是顺着下来，然后这里的弹性空间，你看。光这边肚子很长，侧边的腰的弹性也很足，然后在大腿处、小腿处每个地方无处不弹，在整个裆的长度是167，完全不会有卡裆哦。然后里面的质料给大家看一下，它其实有一点像是那种带磨毛的毛巾布，然后非常的轻薄，非常的舒服，然后也不会给大家有任何刺痒。因为它的布啊是带一点微弹性的，所以呢它会把你屁股好看的曲线给展现出来，但是呢不会有四个屁股的感觉，所以大家完全不用去担心。然后呢杏色整体的透度，然后里面是穿比较偏深色的内裤，可是你可以看在透度性表现，我觉得它表现得非常好。